帅哥，刚才看到老师的跳舞有那种初恋的感觉，麻烦到我这边来登记你的姓名。如果你长得不够帅，但你家里有钱，你也是可以来我这边留下你的个人资料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位重量级的那个评审老师是来自 StayPoint 的肖丹老师。Thank you.